最后要到球球了，来我们有说谢谢，好棒，我们去看看，我们来看一看米塔咖啡餐馆哦，打布置的很漂亮哦。那我看一看餐点呢，有意式料理，有炖饭，有意大利面，哇，布置的好漂亮哦，好像花园啊。菜单就是要选一个主餐，然后再加套餐，还有加98、138还有168，它的差别就是有欧式餐包，还有汤品。那再增加的话是蛋糕、饮料啊，或者说饮料、蛋糕各蛋糕、饮料各选一个，这或者是说全部都要。你跟爸爸挥手，你要吃什么？你要吃排哦，可是你现在牙齿还咬不动呢。然后这边是有意大利面类，然后还有焗烤的部分，焗烤饭啊，还有刚刚孩子看到的排餐，然后这甜点、披萨等等等，牛奶浓汤，还有欧式餐包。饿了对不对？想吃了。那浓汤里面有玉米、洋葱，还有火腿，还有菇菇，好喝对不对啊？嘿嘿，看那表情就知道好喝。啊，汪汪汪！我们这次主餐点了纽西兰小牛茄汁意大利面，以及沙朗牛排松露炖饭哦。要沾浓汤吃包包面包，面包你要吃了他自己拿、小心沾沾啊，很大很棒，自己吃很棒。来松露牛排炖饭，还看起来还蛮精致好吃的哦，等一下来吃吃看。这是小牛茄汁意大利面，看起来肉蛮嫩的哦。然后再是，蜂蜜柠檬，好大一口哦！跟着妈妈吃意大利面面啊！用完餐之后，我们就到卡多摩来看孩子的脚踏车啦。那分享到这里啊，拜拜。